你当过吗？我当过啊。哎呦，跳水哇！是我吗？然后是林凡。哦，宋茜也取得第一。啊，是我。没关系，前两个没有练到就差不多了。花不是那个春红，谢谢春红妹妹。放松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对，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。接下来我来公布第十五名。天哪！你看吧，帅气的短发，这么多帅气的短发。二三四，看三个字。加油加油！最后还有。干嘛？好好幼稚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，这好幼稚，小学生。可是你，曾可妮，林凡曾可妮里面有一个二十，来自。天哪，根本不敢看，太可怕了。第二十一，我在这里面呢，我也努力了，尽力了。我不后悔了。哎，就陆可然，你怎么一直在哭啊？加油，陆可然，给我坐到前面来，冲啊！拜拜，刘老师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快点，我们坐下来聊一下。如果你要聊那种什么伤感的话题，我不会听的。可可都哭惨了。我好难受，吵死了！人家所有人都可可爱爱的，就他一个鼻子红红的在那儿。他肯定对你有感情，跟他没感情。再见。哦，再见，兄弟。